天来吃费列罗 Ferrero Rocher 巧克力，很漂亮的盒子，华语的名叫金沙巧克力，最喜欢这个巧克力了，可是价格有点高，所以每次都不是很常买。金灿灿的，很漂亮，试吃。好好吃哦，很高级的味道，这是榛果，那个巧克力是很幼滑的那种，又很香耶。再来一颗，巧克力和坚果碎的外层，饼干，巧克力，再到榛果，很幸福，吃了马上就开心了。难过就吃一颗巧克力吧。再一个。